102，行车过程中，车辆后轮胎爆裂，驾驶员应保持镇定。OK， 保持镇定。然后呢，然后就是双手握稳转向盘，控制车辆保持直线行驶，减速停车。咱们看 A 为什么不对，是迅速向爆胎一侧转动转向盘。车辆爆胎的时候，这时候爆胎有没有说怕车身发生侧滑了呢？还没有，所以这是就是要握稳方向盘，保持直线行驶就可以。 C 也是同样道理，而 D 说迅速踏下制动踏板，那这时候问题就大了，车辆爆胎的时候轻易不要猛踏制动踏板。